两间公司同我哋嘅合作关系，佢系我哋嘅供应商，为咗避免有利益冲突，系唔适宜收取人哋嘅礼物嘅。吓、啊，咁不如我今晚唔好去咯。咁又唔使唔去，生意应酬嘅嘢梗有噶啦。其实好多有制度嘅公司响呢方面都有自己嘅规定，间间公司都有可能唔同。最紧要咧就系清清楚楚讲到明。哦，咁真系抽中礼物咁点算啊？你可以即时退翻俾人。如果你觉得唔好意思，人哋又唔肯收翻嘅，你咪拎翻嚟公司申报，等公司再作决定咯。好，咁我明啦。诚信生活只 OK， 阿 K 提提你，下次喺代表公司出席客户嘅联谊活动之前，先要问清楚公司有啲咩规定，咁就唔使惊抽到大奖都唔知点算好啦。